我呢邊係啦。好耐好耐冇見啦，真係好耐冇見啦。賣呢度得得得，冇生意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好嚟啦嘛嚇！可以睇低少少 ，N 阻住個臉。係阻住條臉啦，唔該曬。你講得好好啊！收音緊要過啊！大家好 ，Hello。Hello Michelle， 你好啊！我咪好耐冇翻嚟香港出席活動啦。係啊，因為你知誒，一since pandemic 啦，其實咧都係好 essential travelling， 我都唔可以翻嚟香港。咁跟住我哋嘅你哋嘅 quarantine 係三個星期啦，係好難得可以停留三個星期一個地方，乜嘢都唔做喎。因為我哋from 2020開始咧，佢三月份。pandemic lockdown 喺 LA， 但我七月已經翻咗去Sydney 嗰度拍 Shang-Chi， 所以喺我哋呢一行咧，其實佢哋好快就諗咗辦法係點樣可以繼續拍嘢，點樣可以好安全嘅環境，令到工作人員又好，演員又好都可以。咁我哋而家好似而家我喺倫敦嗰度拍緊 Wicked 啦，我哋係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五都要做 test， 咁如果係真係 positive 咧，即刻。拜拜，再你走。咁因為依個係應該嘅，因為都要點樣盡量去 protect， 因為我哋唔知道個後遺症 of covid 係去到點嘅樣，所以我哋講真啦，我哋電影呢行、電影電視呢行咧，已經係好快、好盡力、好安全咁樣繼續努力拍嘅咯。啱啱翻咗馬來西亞，係同媽咪有冇慶祝啊？其實今次咧，因為我知道我會嚟香港做嘢，咁跟住我梗係第一次，梗係要翻去見媽咪先嘅嘛，冇理由走咗嚟做嘢，翻咗嚟東南亞都唔見我諗，唔使我，所以就翻咗去就真係乜人都冇見，躺喺倫敦飛去新加坡直飛去怡寶。直翻屋企咯，未冇出過嚟，淨係見媽咪咁，跟住梗係去拜爹。直接就將個獎交咗俾媽咪。未，暫時未。到時候我跟住我會翻去。而家心情又咪仲係攞完獎之後，咪仲係好亢奮？而家仲係即係攞完獎之後，係咪仲係好興奮啊？定係好奇怪嗰個心態啦。咁因為一到我哋做開始做很多宣傳，因為呢個獎嘅時間，咁你開始聽嗰個 rumble， 就話喂你哋好有機會，你哋好有機會，咁你梗係梗係想啦。如果我話俾你聽，冇嘅，睇下 ，no， of course， 因為我覺得咧，我哋華人Asians Chinese 就好for 嗰個 lead actress 咧係未試過有 nomination， 所以咁我哋係有好多好好嘅電影。好好的演員，男女都是，但是為什麼電影可以 nominated， 但是永遠演員都沒有這樣的機會，所以好彩今次我們是可以入到圍，是給到個機會我們可以有那個發揮先得的，如果你沒有那個機會你是入錯不到位的嘛，所以今次好彩今次這部戲呢是令到這個是觀眾的電影來的，是 people's movie， 他們是很支持，同埋你睇到嗰啲人係真係戥我哋開心啊！好遠咧，我哋喺 LA 已經聽到你哋喺度哇！所以好多謝你哋。得獎之後，現在有沒有什麼最想做的？差唔多啦，冇意思。最想做什麼？最近最近我還在倫敦拍，還沒有拍完，起碼要到七月份才拍完。老公有冇咩獎勵你啊？佢已經喺嗰度陪我，已經我覺得佢好偉大嘅，因為佢唔識電影嘅嘛，佢坐咗喺度，即係發生咩事？我希望繼續拍好的戲，繼續會努力。講好多謝你哋咯，我咪有拍港產片，差唔多啦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謝謝，拜拜。嚇，點解冇聲？